凌晨六点退烧九了点，37.1度，感觉早他上精起来神又还挺反复好的，了。但是现在早上起来又凉了一下，又反复了，现在38度多了，还是要去医院呢。现在在医院，刚看了医生，然后准备做检查，其他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。我们刚刚量了，还是38.1度。开始做检查了。扎手指了，快点！走吧，现在去扎个手指，刚才做了流感跟核酸，等会儿结果出来了再拿给医生看一下，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如果不是流感的话，有可能是之前打疫苗的时候，就是副作用了，发烧了。10天前我们打了一下水痘那个疫苗。扎手指验血。没事的，扎一下手手，没关系的，宝宝。没事的，宝宝，扎一下。没事，宝宝，没事的。医生只挤一点点血血，没关系的。好了，你跟爸爸最亲了啊！来到妈妈那里去，拿个东西来，给外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让宝宝精神好，带他坐摇摇车。坐摇摇车啊！这个摇摇车啊，今天不舒服啊，还有点害怕，还是有点害怕。没有音乐了，坐了一下就不怕了。刚刚坐下去好吓，好害怕。我今天坐这么牛，等一下，干嘛，宝宝？要吃药了啊？我们回到家了，然后刚才量了一下体温，还有38度，要给他吃点药了，吃点退烧的药。一切真的就顺其常情，可不可以？担心听不了。没事。给宝宝喂药，看着好心疼，没办法，必须吃药才能好呀。没事，别写。喝了就好了。有点难喝。好了，妈妈吃一点，不给，不给，宝宝吃，不给，不哭了，那个药只吃了1/3下去，刚刚吐了，
那没有办法，反正要吃一点。切个西瓜把外婆吃的。好，啊，切个西瓜给外婆吃。外婆吃的。嗯，外婆也吃啊，我等我吃。你？我等我吃，我都吃着，嗯。好吃的、啊。嗯，咱这个，你家这个，嗯，我妈妈家这个。吃这个大的。大个大的，哎，吃大的，嗯，嗯，真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宝宝啊，哎，真好吃，哎，这个好吃一点嘞，哇，那个药都被你洗出来了，这个好吃一点哇，你要产几个月的？你们产几个月子搞你的才是？宝宝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现在回来吃了两顿药。嗯，真的是灌进去的，但是必须吃药啊，吃药才好啊，感觉好像好很多了。嗯，现在精神好很多了。哈哈哈！咱怎么咱的门上那里去了？走路现在就是抬头望着天，他都不看路的乱走。啊啊！他就想去那个游泳池里玩水。